就以为彻底好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你看这空了，这个地方就是。他这个当时好了，他只是暂时的，你知道，因为你的指甲的形状它不行。好了，你看你这个指甲，这么疼？那个修的时候一点不疼是吧？嗯。咋的？哎呦！你看，你看看，长出来以后也不如以前了，你这弄完了。这个就毁了，这块就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候。你是多重伤？我们跟你说的这个，就是从这个专业的角度上来讲，不是？那你这个已经不会再像以前一样。